把那个这个图例加上去，我一年一条线就对了。所以，请把这个进口日期可以吗？来拖曳到图例，拖曳到图例，然后麻烦请这个往下的三角形改一下，变成什么？日期阶层，你就变成十条线、十一条线，可以吗？就一年一条线，这个图例嘛，图例它就只会放在这边，它就一年一条线的意思，它以年来去做它的那个图例。好了，可是你要知道这张图怎么比。是不是太多年了？没有人把那么多年的线放在一起比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只取我最想要看的，可能2011、2020、2019年来比就好了，没必要放那么多年。所以麻烦请筛选一下这张图哦，来，这个筛选有看到了吗？筛选终于要介绍了，就是我可以针对这个年，好，进口日期二的年，请注意哦，我们这里面，我们是留下来的资料，设定筛选条件，就是。我要的是2019、2020，所以我就设定是大于2018。来这边，请设定大于2018，然后套用筛选。可以吗？就是我只要呈现两年就好了，不要呈现那么多年。你看。这边是不是两年？